民国珍贵旧照，图一影后蝴蝶娇媚风雅，图两林徽因婉约淡雅。蝴蝶原名胡坠华，她凭借美貌与演技成为家喻户晓的美女影星。只见这位影后容貌艳丽，气质富丽华贵，娇媚风雅，真真是美了一个年代。林徽因的美是气质上的出色，是才华上的惊艳，她具有西方女性的大方，又有东方女性的婉约淡雅，难怪梁思成会宠爱佳人一生了。阮玲玉美丽妩媚，她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，也代表了中国无声电影时期表演的最高水平，民国艺坛地位仅次于蝴蝶。这张是陆小曼年轻时的美丽倩影，她是民国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，妩媚中透露着纯真，人比花娇，令徐志摩倾心不已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